la ka te pa la sang ka te po te so wa ha ka te ka te pa la ka te pa la sang ka te po te so wa ha ka te ka te pa la ka te pa la sang ka te po te so wa ha kade kade pala kade pala sang kade pote sovaha kade kade pala kade pala sang kade pote sovaha kade kade pala kade pala sang kade pote sovaha。请大家合掌跟我念，切莫遗忘有三种，莫忘恩重善知识，莫忘大慈大悲佛，莫忘正念与正知，恒须意念有三种，恒念传戒之上师，恒念四道之佛法，恒念律仪与誓言，因无所得果亦然，无法可得得受记，诸法非法名佛法，大身非身名佛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奇缘会上佛菩萨，南无奇缘会上佛菩萨。好，请放掌。那么诸位善知识，愿我们共同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为一切如母有情速速地从生死流转的苦海之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要能够开般若智慧，因此呢我们继续来学习金刚经。那么今天是第十讲，我们看经本的第84页。我们今天继续学究竟无我分第17。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誓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这一节呢，就是讲到了初道菩提的成熟众生而离法执，也就是呢度众生而离念呐。本节呢可以分为四个要点。第一呢是先解释经文的意思啊。释迦牟尼佛开始说：“须菩提呀，同样的，如果有些菩萨说呢。”
我要度一切众生，让他们证入不生不灭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那么这个呢，不是真正的圣者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有相状执着啊，就不是菩萨。在实相中不执着于任何法，才是呢叫做真正的圣者菩萨。所以佛说呢，证悟一切诸法实相时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远离一切相。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们来解说，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啊，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明菩萨。如果有菩萨认为实有我，要灭度天下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呢就不是真正的菩萨。虽然他发了世俗菩提心，但是呢他没有证悟般若空慧呀，只是世俗菩萨，还有相状执着，所以呢不是真实的圣者菩萨。大智度论上面呢，把相呢分成三种，名字相、法相、无相相。办法的名称呢是名字相，凡夫众生呢，他用记忆来累积知识，然后呢就记住很多名字啊，这个叫鲜花，那个叫海螺，等等等等呢，这个是名字相啊。万法的显现呢是法相，那么事实上呢，发菩提心呢也是一种法相。对空性方，对于这个空方面的执着啊，叫做无相相。那么了义的菩萨呢，他是远离一切相，不管是名字相、法相、无相相，都能够呢远离，能够呢一切不执着。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讲明心菩提以前呢是重在从假入空，证悟诸法空相。到了初道菩提呢，又能够从空而出假，来成熟众生，庄严佛土，以此呢福慧二资粮来趋向佛果。佛陀就开示须菩提说呢，不但是无量相好的报身啊，报身佛啊是原身如幻的啊，并且呢初道菩提的菩萨度众生呢也是原身如幻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的。正如涅槃经所说呢，一切法悉无有我。第四个要点呢，就是般若摄颂啊，上面呢也有颂义呢来概括。菩萨于此自寂静，彼是前佛所受记，彼无我入起定想，因测之法自性故。菩萨已经通达无我，通达人无我法无我，所以呢能够得到诸佛受记呀。虽然在名言中有度众生等等，但是呢能够心里面呢能够有般若智慧，能够了知呢只是世俗地呢如梦如幻的显现，在世俗地中以现而无自性的方式存在，在圣义地中呢是远离一切戏论的。这个呢就是般若空慧的作用啊。这样的菩萨也没有我要
入定于空性呢，或者呢从中出定啊，这样子的想法。正如净天菩萨所说的呢，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余相，无缘罪寂灭。有般若空慧呀，那这种空性智慧境界很高的菩萨呢，绝不会想啊，我做了多少众生呢，我做了多大贡献呢，没有这样子的念头，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呢而生起傲慢。须菩提，若菩萨作誓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明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一节呢，就是讲初道菩提的庄严佛土而离法执，严土而离念呢，也可以分为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佛说须菩提啊，发菩提心的菩萨呢，如果认为我应当庄严佛国土，若菩萨有这种念头呢，就非真正的菩萨。如来所说的庄严佛土呢，从圣义地来说啊，能庄严者与所庄严的佛土呢都不应该执着，所以说既非庄严，本无实性的庄严佛土可得。犹如在镜子里面看见一个庄严的佛国刹土啊，如果这个刹土它有实质性的存在呢，就不可能在镜子里面显现呢。所以呢，知道啊，只是假名的庄严佛土啊。比如《无量寿经》上面讲到，我们都熟悉的了，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呢，以48愿呢，成就极乐世界的万德庄严呢。那么佛陀开始说呢，须菩提啊，如果通达了人无我法无我，正无诸法空性之意呢，佛说此人真是菩萨。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来解说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虽然说实质上呢没有任何少许法可名为菩萨，但是呢因缘和合呢，能够以般若通达人无我法无我，就呢名为菩萨啊，能够体达菩提离相，我法皆空，才是菩萨。大智度论上说呢，具智慧分，说明菩萨。可见呢，菩萨是以悲愿为发起，以大悲愿力呀，发起利众的菩提心，得般若而后成就。真正的啊，能够成就了这个般若空慧呢，才是名为圣者菩萨。龙树菩萨赞叹说：“得无我智者，是则名中光；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啊，得到无我智慧的人呢，他的外表形象上好像跟普通凡夫一样啊，但是他的智内证境界呢，无法言说。他已经将凡夫这个大脑思维模式啊，提升为像佛一样的呢灵性生命思维模式了，能够离一切相，离一切念呢。如果没有通达人无我法无我呢，虽然苦修啊，但是呢都难以得到大小圣的果位。因为他着相修行呐，正如《圆觉经》所说啊，虽经多劫，勤苦修道，当名有为，不成圣果。
难以成就啊圣者。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真正的菩萨呢，是通达了人无我法无我啊。正如《般若摄颂》所说的，大师大慧即大力，屈入诸佛圣大圣，披大铠甲降魔幻，是故得名大菩萨。他已经屈入了诸佛呢殊胜的大圣佛法。真正的菩萨呢，能够行持般若波罗蜜呀、那么般若法呢是非常殊胜的。正如般若赞所说，无可言思般若度，不生不灭虚空体，个别自证自行净，三世佛母我净离。现在的很多人呢对于空性呢一无所知啊，所以呢很执着，短暂的人生呢一直都会生活在恐惧恐慌和攀缘妄想的状态之中啊度过，所以就活得特别累呀、特别可怜。因为有执着心呢就有痛苦啊，有痛苦呢当下心就在地狱之中啊。如果他们能够对于空性妙理呢能够有所认识，就能够烧毁千千万万的邪见生灵啊，现见心的本来面目。心的本来面目呢就是万法不可得啊，万法无自性呢、提婆菩萨说，空无我妙理，诸佛真境界，能坏众恶见，涅槃不二门。行持般若法呢，就能够摧毁世间的种种实质的恶见呢、所以说能坏众恶见，它是获得涅槃的呢不二法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体同光分第十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从这个一体同光分开始呢，就是讲究竟菩提呀、这个就是讲成佛果位了，究竟菩提呀、先呢是说圆证法身功德，那么这一节呢是讲佛的无眼呢、那么表显佛呢知见圆明，可以分为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有人呢可能会生起疑惑来呀，前面佛一直都在说诸法皆空啊，人空法空，空空啊，那么成佛的时候会不会空无所知呢？众生呢难以行中道，会偏到另一边去啊，所以呢会生起这个疑惑来。为了显示如来知见圆明超胜一切呢，所以佛陀呢就以向须菩提提问的方式来宣说佛陀具足无眼功德，令众生呢升起清净信心来。佛陀问须菩提啊，你是怎么想的呢？如来具足肉眼功德吗？须菩提回答说呢，如是，世尊。如来呢具足肉眼功德。佛陀呢又一次地来问须菩提，如来是否具足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的功德呢？那么须菩提呢也都依次地回答，如来呢确实具足
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的呢功德，具足如是功德啊。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们来解说一下这个五眼啊。说我们赞叹佛说呢，他的成就的功德啊，五眼六通啊，三生四智，五眼六通，十力十八不共法呀。那么这个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个五眼功德呢，我们略作解说。首先第一个呢是肉眼，肉眼功德呢是在加行到位的菩萨具足啊，通过供灯呢、修等持啊等等呢而获得的。依靠眼根呢，依靠肉眼的眼根呢，就能够现见一百由旬到三千大千世界呀。就单单依靠这个肉眼呢，就能够看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比如说呢，次孙得赞呢，他的国师呢就获得了肉眼功德。那么当时整个的汉地呀、印度啊、藏地呀，乃至于三千大千世界呀，都能够呢用肉眼眼根呢就能够一览无余。那么弥勒菩萨在《现观庄严论》第一品呢就有说到五眼即六通啊，第二品教言品里面呢专门从因、作用、范围、类别等等几个方面呢来解说五眼功德那么按照《现观庄严论》的说法呢，这个肉眼功德是从资粮到位的菩萨呢就开始具有了到了那个加行道以及呢加行道以上的菩萨呢，他的相续中都具足。第二呢就是天眼天眼功德呢要通过修持有漏善法才能够得到。有一些论点说呢是要修禅定啊等等，以天眼呢能够照见十方所有众生死后受生何处啊等等加行道以上的菩萨相续中呢具足天眼功德如果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说世间人类的这个眼根呢就叫做肉眼呢，是这个大种清净的大种寂聚而成就的为此呢又说是有浮尘根、圣意根呢等等的阐述。天人的眼呢叫做天眼，那从世俗的从世间的角度来说其实呢这个肉眼、天眼呢如果从世间角度来说呢都是设法都是由清净的四大极微构成的。天人的天眼呢它能够见人类肉眼所不能见的比方说我们人类的肉眼呢是见表不见里那么见粗不见细，见前不见后，见近不见远，见明不见暗。但是天眼呢，天人的天眼呢，它就是表里粗细、前后远近、明暗呢都能了了明见呢所以那个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它是不是天人的天眼呢，你就在暗室之中呢它都能够目光如炬看得非常清晰那么能够呢了了明见还有呢比方说这个春秋时候有一个医生叫做扁鹊扁鹊呢它有这个透视的功能它的眼睛呢就比这个医院这个机器比这 X 光还要厉害能够看到人的五脏六腑我们只看到表面，里面看不到但是呢它有这个功能五脏六腑都能看得很清楚，那当然呢诊断呢就不会出错前面说了这个
肉眼天眼都属于色法，底下的呢慧眼法眼佛眼呢就都属于心法呀，都是呢从智慧的能见而说啊，声闻有慧眼呢、啊、能够通达诸法的无我空性。菩萨呢不但有肉眼天眼慧眼还有法眼，不但是能够通达空性呢，还能够从空出假，能够见如幻缘起的无量法相，能够以种种法门来化度众生，称为呢法眼。那么佛眼呢是为佛与佛啊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呢就称为佛眼。如果我们单从大圣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慧眼慧眼功德呢是通过修持啊无漏之良以六度而生的慧眼的功德能够如理如实地现见诸法的本性呢、啊、初地到实地的菩萨入定的时候呢具有慧眼，也就是说从大圣来说呢，初地到实地呢他入定的时候有慧眼，他初定的时候呢有法眼，第四呢就是法眼，就是以无漏啊修持六度为因呢。在现观庄严论的讲义上说呢对于教法正法的意义能够全部通达称为法眼，对如来的一切的教正二法呀都能够呢全部通达，是初地到实地菩萨呢他们初定的时候具足的一种功德并且来说呢比方说欢喜地初地菩萨欢喜地啊，那么他对于二地以上的这个菩萨的根器呢就不能了知但是呢对于初地以及呢以下的加行到位资粮到位的众生呢那些菩萨呢他们的根器呢就能够都能够无语了知就是说对于上面的呢看不到，对于他和他以下的这个呢种种功德就看得很清晰，这个称为呢法眼。第五是佛眼尽所有智如所有智呢就是佛眼呢，能够照见轮回涅槃一切法的本性，对于轮回界涅槃界呢一切法的本性呢都能够照见，依圆满的福慧二资粮而升起而成就佛眼。那么佛眼所见的范围呢当然就是宽广无边我们学那个随念三宝经知道，佛呢又号称为正遍知，正知遍知所以能知力内涵和所知力外延呢完全重合无所不知这样子呢就是佛眼功德从初地到实地菩萨呢他们也有相似的佛眼，但是唯有佛陀才具足佛眼功德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呢，一切智就名为慧眼，道种智就名为法眼，一切种智呢就名为佛眼。第三个要点呢，就是我们看看六祖大师如何解说无眼六祖金刚经口诀上说呢，一切众生尽有无眼，为迷所缚不能自见，故佛教除去迷心即无眼开明，念念修行般若波罗蜜法出除迷心，是为第一肉眼，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起怜悯心，是名第二天眼，痴心不生名为第三慧眼着法心除名为第四法眼，细惑永静圆明遍照名为第五佛眼，
又云见色身中有法身，名为天眼，见一切众生各具般若性，名为慧眼，见性明彻，能所永除，一切佛法本来自备，名为法眼，见般若波罗蜜，能生三世一切法，名为佛眼。六祖大师呢，是从见性法门的角度啊，对无眼功德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解说啊。哎，六祖大师说，一切众生呢，尽有无眼呢、这个是从性德上来讲的了，能够证悟法性身呢，真的限量尽呈现呢，那么无论是横说竖说呢，都是圆满的。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宁为多否？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么这一节呢，继续用比喻啊来形容如来的呢知见圆明，分为两个要点。第一呢是佛问恒河中的沙呀，我说它是沙吗？那须菩提呢就回答说，世尊呢、如来说是沙。佛再问呢，譬如一条恒河中所有的沙，每一粒沙呢都等于一条恒河，有这么多的恒河，那么这所有恒河中的每一粒沙都代表一尊佛教化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浩瀚无边的佛国世界，其数量多吗？须菩提回答说呢，非常多，世尊。佛又进一步开示须菩提说呢，如上所说，这么多的佛国土中呢，所有的一切众生，他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他们的意乐差别，如来以佛之见呢，以佛无眼呢，都能够如实照见，无不知晓。所以呢，佛陀就能够用这个比方啊，把众生那个偏于空的那个迷执破掉了。前面一直听到佛陀讲空空空，然后呢就以为佛陀成佛的时候呢就空无所知了，其实不是啊，正是因为性空，所以呢佛陀呢才能够无所不知啊。那么自信的大智慧呢圆满的呈现呢，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佛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广大的智慧力呢？因为无量世界的众生呢，他们的种种心行都是缘起无自性的非心呢、假名为心，而无实体可得。无自性的众生心呢，在平等空中无二无别，佛陀能够彻证缘起的无自性，所以呢就能够以无所得，得无所爱，没有障碍了啊，无所见而无所不见呢，刹那刹那无不变之。入中论里面呢，月称论师啊讲到实力功德呢，也就说到呢，依种种戒智力，佛呢能够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根基呀、意乐啊、等等呢，全部都通达无碍。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一节呢有五个要点，
第一个呢是为什么如来能够通，能够完全通达每一个众生的心呢？因为一切众生心呢，在实相中呢，非真正的心呢，假名安立为心呢，真正的众生心呢，是诸法的本性呢，真正的众生心，也就是心的本体呢，是与佛无二无别的，再生不增，再凡不减的呀。本体呢是本来无生的大空性呢，而佛智呢是恒时安住在诸法本性中，所以呢对一切众生的心呢能够无语了之，大圆净智啊，全部呢显现出来。那么我们一直都会有知道啊，三心不可得啊，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三心不可得，为什么说这个缘起假名的心呢皆为非心呢？是因为于三世中求心呢了不可得。如果你说心在过去呢，过去它已经过去了，那过去了呢它就灭掉了，就没有了，那哪里还有心可得呢？如果你说心是在现在呢，那现在是念念牵留不住啊，哪里有心可得呢？并且来说现在呢它是不离过去未来，过去未来都不可得，那又从哪里来安立现在呢？如果说心在未来，未来还没有来呀，还没有生呢，没有生呢，那当然就是还没有了，就是虚妄的了，哪里有未来心可得呢？所以可见呢，与三世中求心的自信呢都是了不可得啊，都只是呢如幻的假名，所以说呢诸心非心呢，也因此呢佛陀能够圆见一切而无障碍。第二个要点呢就是我们进一步来解说三心不可得。在《大圣本身心地光经》呢上面说，过去心已灭，未来心未至，现在心不住，心法本来无有形象，心法本来无有住处，一切诸佛尚不可见心，何况愚人得见心法。这个就说得很透彻了，过去心已灭了，未来心还没有到啊，那现在心不住啊，念念牵留不住啊，你在哪里去找心呢？所以说三心不可得啊。但是凡夫众生呢，他无明实执啊，他的心总是在执着啊，心如果活在过去呢就会有后悔呀，心如果活在未来呢就有恐惧啊，心如果执着于现在呢就有抱怨呢，觉得现在不如意呀，就有担忧啊，所以呢要能够无怨无悔无忧无惧呢活在当下，当下的每一个念头呢它的本体啊都是本觉智慧呀。我们修行能够用功的着力点呢就是活在当下，在当下这一念中呢切入到不生不灭的真心，切入到呢本觉智慧，所以呢活在当下呢就是不住于显现而住于本性。我们要知道凡夫的分别念呢并不是智慧呀，但是它的本体呢是智慧，这个分别念啊，它的本体呢是本觉智慧呀。第三个要点呢，我们来说禅宗的两个公案啊。那有个公案我们都很熟悉啦，就是德山宣鉴禅师啊，因为这个三心不可得而
啊，而转过来学禅宗啊，这个公案呢、啊，德山宣鉴禅师呢，他是四川人，然后呢，俗家姓周啊，他几十年的功夫呢，都在学《金刚经》，讲《金刚经》，那么也为《金刚经》写了一个青龙书钞啊，啊，非常非常多，但是他没有开悟，没有见性呢、啊，他没有用佛的知见来学《金刚经》。他是用大脑思维呢来学金刚经，所以呢他学了，虽然是写了很多的注释呢，但是他并没有开悟啊，他并没有真正的通达佛意啊，并没有升起般若的智慧啊。那么当时的人呢号称他为周金刚啊，啊，他听说南方的禅宗呢就讲要能够顿悟成佛啊，他不能相信，所以呢就一旦挑起他这个金刚经书青龙书钞呢，就准备到南方来找龙潭崇信禅师啊来辩论。那么到的时候呢是早上啊，他肚子很饿了啊，那么差不多到了龙潭崇信禅师这个寺院呢，那么看到这个外面呢有一个阿婆啊摆一个摊子呢在卖早点，他就走过去呢请求这个阿婆能够布施一些早点，应该一些点心给她吃啊。啊，那这个阿婆呢就说：“请问法师啊，你那个挑的是什么？”他一听呢就很高兴，哦，说这个啊，这个是我研究《金刚经》，我为《金刚经》写的注解啊，青龙书钞啊。这个阿婆呢就问说：“哦，那么法师你这个是对于《金刚经》呢很通啦，是专家啦？啊，那么我请教法师一个问题啊。”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么请问上座你到底要点哪一个心呢？那么这个德山宣鉴禅师啊哑口无言，不晓得怎么回答，卡在那个地方了。我们哪一位知道怎么回答呀？啊，哎，我们学了金刚经学了这么久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哎，很简单嘛。如果是从行为模式上来说呢，你把点心拉过来吃就行了，这个就回答的是圆满无余了。哎，如果说你要是比较文雅一点呢，用语言来回答了，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一切法都是什么无实无虚啊，这个点心也是无实无虚的了。嗯，所以呢，用这样子的方法呢，啊，懂得《金刚经》啊，这个是见性的宝典的。我们要能够破除这个无明实执啊，要能够啊，能够真正的证悟空性呢、啊，在每一个公案、每一个话头之中呢，要能够啊，能够那个起疑情呐、啊，哎，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够真正起疑情呢，这个疑情就会把你所起的这个念头啊，将起的念头啊，它的能量全部吸过来，全部吸过来，所以呢，你就能够在那种。在那种定中啊，终日穿衣不曾穿着一缕纱，终日吃饭呢不曾吃着一粒米啊，你因为你在那个定中啊，啊、哦、那么这个德山宣鉴禅师呢，他啊因为没有用佛的这个思维模式啊，没有开佛之见呢、啊，所以呢，他用大脑思维呢，他还是不能够回答呀，哎，那么呢，不知所措，之后呢，他就真正的信受禅宗了，真正知道这个禅宗有了不起的地方啊。你看一个阿婆卖点心，都能够呢卡住他啊，之后呢，他在龙潭崇信禅师这边呢，就真正呢得到证悟啊。那么凡夫众生呢，他都是用实心呢、啊、都是用过去的知识啊，累积的知识来做思考啊，来做逻辑推理啊，所以呢他不能见性呢、啊、他这个模式，心智模式啊，思维模式呢不对呀、啊、他没有入佛之见呢、啊、哎，那禅师呢，所以呢禅师他如果要考察一个行者啊，哎、一个禅行者呢，
有没有见性呢？他就会一定先逼他掉入到一个陷阱里面去，然后呢看他有没有继续用那个实心活动。如果继续用这个第六意识心来思维来推理呢，他就肯定没有见性呢。一个真正见性的人呢，绝不会掉入到这个第六意识心里面呢，不会掉入到新意识的陷阱里面，而是呢无助而助啊，不助于显现而助于本性呢，能够无助而助呢，住在这个般若智慧里面呢，因此呢就能够不起妄念，心常空寂呀。那么呢，诸法实相呢就能现前呢，就能够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心中常生智慧呀。比如说那个我们百丈怀海禅师啊，他开悟的功啊，我们都知道啊，马祖见丛林，百丈立清规呀。马祖和百丈呢，对于禅宗的兴盛呢，是功德很大的了。百丈怀海禅师他是怎么开悟的呢？他有一天呢，就啊侍从马祖道一呢，在山路上经行呢，他做马祖道一禅师的侍者啊，就刚好呢看到一群野鸭子飞过去，然后呢马祖就问说呢，那是什么？百丈怀海就回答说呢，一群野鸭子。然后马祖继续问，到哪里去了？哪里去了？百丈就回答说呢，飞过去了。哪这么回答以后的话呢，马祖马上呢就走过来，抓着他鼻子呢拼命一扭啊。那这个百丈怀海禅师呢非常剧痛啊，痛得就大叫起来。马祖呢马上就说一句，又说飞过去了。这一下呢马上就能够令百丈怀海禅师啊恍然大悟啊，言下大悟啊。我们知道百丈怀海禅师悟到什么了？我们从这个百丈怀海禅师开悟这个悟道的这个公案呢，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能够教导我们怎么修行呢？第一个呢是要能够活在当下。你看前面这个百丈怀海禅师啊，他回答说这个野鸭子飞过去了，那是什么？那说明呢他活在过去啊，他驻着于过去心呢、所以呢马祖道一禅师呢扭他的鼻子呢，就是让他在这个强烈的这个痛受之中啊回到当下来，开始他要活在当下。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前面这个百丈怀海禅师他回答说是什么啊？他回答说是一群野鸭子，然后又说哪里去了？说飞过去了。这个其实呢他都是什么？都是在用响运呢、都是落在响运里面呢、那是什么？那就是表示他活在这个五蕴里面呢、他落在那个心意识啊，这个意识心的活动里面呢再起分别呀。所以呢马祖呢有他的鼻子呢，就能够让他呢从响运跳到一个呢当下强烈的这个受，启发他呢要能够不住五蕴呢，而住于他们的法性，住于五蕴的法性呢。因此马祖呢又启发他说，又说飞过去了，又到飞过去也，这一句话呢就能够让百丈就能够让百丈怀海禅师呢顿悟啊。悟什么？就悟到呢其实这个受蕴的法性呢，一切法的法性呢，它是没有来去之相啊，没有来去之相啊，是不生不灭的呀。因此呢在般若摄诵上面呢就开始我们呢要不住于色，不住受，
不住于想，不住恒，不住何时，住法性，此即行持胜般若。这样子呢是我们要能够超越五蕴，能够不住于这个五蕴的显现啊，而住于他们的法性。不住于五蕴的显现而住于他们的法性呢，就是真正的行持般若啊。正如这个般若摄颂所开示的，不住于色，不住受，不住于想，不住行，不住何时，住法性，此即行持胜般若。那么这个五蕴呢，要超越呀，这个是下手的功夫啊。一般初学参禅打坐的人呢，几乎都是被受啊，被这个色蕴和受蕴呢、所障碍呀，他难以超越这个色蕴和受蕴呢啊，腿子盘起来很痛，这个痛这个受呢，就让他忍受不了啊，他没办法不分别啊。那么呢，修行难的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色身和感受啊。那么对他们呢，往往呢会升起执着心来。所以如果这个色蕴受蕴呢能够空掉啊，那么想蕴呢才能够空啊。那个禅门三观呢，说破粗禅，那么呢透从观，透劳观呢。那么禅门三观呢，其实破粗禅的时候呢就能够破想蕴了，过从观的时候呢就能够超越恒蕴，透劳观的时候呢就可以空掉阿赖耶识的种子啊。那么第三个启示呢，我们通过百丈怀海禅师开悟的公案呢就能够明白禅的修行方法呢，就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那么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啊，好像一条铁链子呢，不管它有多长，无量劫以来有一条生死的无名锁链呢，你只要斩断它一环呢，整条链就断掉了。同样的呢，你只要在一个念头上切入到不生不灭的真心，能够不住于他们的显现而住于他们的法性呢，那么你生死轮回就超出了，你就开悟了。所以它是非常直接痛快呀能够真正能够顿悟啊。那么精神活动呢，它最小的单元就是念头啊，所以呢将当下一念转过来，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呢，就是开悟啊。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当下一念呢就是永恒呢。第四个启示呢，就是三心不可得，是对治烦恼的妙药啊。凡夫众生呢，总是活在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里面呢，所以呢整天都是胡思乱想，颠倒梦想，自寻烦恼啊。你看像那个李清照所说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上心头的是什么？过去心呐、很多人都会像他一样啊，活在这个过去心里面呢、所以呢就烦恼痛苦啊。比如呢过去的一段让他很伤心的感情经历啊，就会让他呢久久的不愿意再去碰触跟那个人相关的一切呀，以免得自己呢触景伤情。但是呢因为他的心智模式啊，他的思维方式没有转变啊，他用这个大脑思维啊，所以呢那些哀伤的那些记忆呢，还是会常常在没有什么人事物干扰的时候呢，悄悄地能够爬回他的心头啊，悄悄地呢占领他的心呢、
虽然都是过去的痕迹，但是呢却常常借尸还魂啊，借尸还魂呢、啊、让他活在过去里面而痛苦啊，身心呢都被已经过去的成瘾再一次的捆绑而不得自在。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啊举起金刚经的般若智慧宝剑呢、啊、过去心不可得，哎、要能够呢念念无助啊，否则呢经常活在过去心里面呢就会像刻舟求剑一样呢愚痴可笑。哎、还有一些人呢他是执着于现在心呢，所以呢就会生出种种的不满意呀、啊、哎、生出种种的抱怨呢、啊、不如意呀、啊、哎、凡夫众生呢都是啊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呢太多，哎、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贪念呢、啊、哎、执着于现在心呢、啊、所以呢就活在贪嗔烦恼里面呢、啊、还有一些人呢是活在未来心里面，哎、比如说呢啊担心自己事业的成败呀，啊那么担心自己这个儿女的成长啊等等呢，就是活在未来心里面呢，因此呢就有种种的恐惧心呢、啊、嗯、啊、所以呢古德有一句话说呢啊万事说修何曾修，妄念几番上心头。哎、那个五代有一位师生呢、啊、齐己，他也说呢相逢尽道修光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啊这个呢都是因为啊他的心呢不是活在过去心，就是活在就是执着于现在心，或者呢执着于未来心呢。嗯，所以我们呢要能够啊、知道三心不可得啊，就能够呢知道啊活在当下，不落入第二念。第五个要点呢是《金刚经》六祖口诀呀，上面说：过去心不可得者，前念妄心，瞥然已过。追寻无有处所，现在心不可得者，真心无相，平和得见。未来心不可得者，本无可得，习气已尽，更不复生。了此三心皆不可得，是名为佛。所以呢六祖大师啊说得非常透彻了，真正能够了此三心不可得呢就名为佛啊。